家好，欢迎收看 AIoT 新世界，带你前进智能世界。我是 A 姐，我是爱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感觉到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渐渐的改变了大家的生活。不过以台湾的状况来说，还算是很不错的。所以真的很感谢所有为防疫付出一份心力的人们。对啊，真的很感谢所有的医护人员及防护人员。而且爱讲，你知道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AI 以及物联网对于我们的防疫带来很大的帮助哦。对啊，像是我看新闻报道的各式各样应用在防疫上的机器人。另外啊，为了降低生活或是工作场所的近距离接触风险，不少企业开始思考要加速生产流程的自动化，或者是推出无人化的服务。而且我觉得这听起来感觉很像真的要进入我们电影里面看到未来的科幻世界了。对啊，其实啊，历史最早的机器人是在皇帝与蚩尤那场战争中发明出来的指南车机器人。哦，没想到皇帝那时代就有了，真的还蛮早的。但是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这种应用在生产上的产业机器人，最早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啊？其实啊，1954年，美国戴沃尔就提出了工业机器人的概念，而且有申请专利。现有的机器人差不多都是采用这种控制方式，而在当代工业中，可以自动执行任务的人造机器装置，或者是啊用以取代或是协助人类工作的，我们就称之为机器人。原来如此。像在疫情爆发后，面对了整个环境的不确定性，产业机器人又再次成为了话题。像我听说啊，有不少工厂在评估说要将机器手臂导入自己的生产流程，甚至是结合例如说边缘智能啊、数据采集以及这个远端监控的功能来实现智慧工厂的蓝图。但如果要真正实现智慧制造，在机械手臂导入边缘智能是有很多学问的哦。像是因为系统要能够整合在机械手臂上，并且考量到工厂的作业环境，采用的是嵌入式系统。嵌入式系统必须要有强固的设计，体积轻薄，同时要能搜集机器手臂作业的数据，远端监控机械手臂的运作状况，因此需要将监控软体整合进去。所以真的需要有真正专业的嵌入式系统厂商才能够提供这样子软硬整合的解决方案哦。听起来要费一番功夫耶。那如果说想进一步的将 AI 整合到机器手臂里的话，具体上该怎么做呢？现在有些工厂会采用具备 AI 深度学习能力的机械手臂来进行瑕疵品检测。传统如果是采用机器视觉的话，可能会因为相似零件的外观偏差而没有成功辨识出瑕疵。那如果采用深度学习的话呢，就可以大幅的降低这种错误发生哦。这么厉害啊，那这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深度学习会需要一个效能强大的系统，也就是采用高阶的 CPU 以及 GPU 才能达成及时推论以及持续的 model training。 另外也需要足够的 GPE 接口来提供较高的网路频宽以及大容量的储存空间，这样子啊才能够储存从各个产业线搜集的影像以及大量的训练数据。那么爱仔知道吗？跟这次相关的防疫机器人还有哪些呢？像是仓储机器人啊，再就是车站啊、办公大楼，还有就是商场等等这种人流往来频繁的地方，就需要大规模的消毒，这时候消毒机器人就可以派上用场。但是我很好奇的是，这次疫情的爆发真的是蛮迅速的，那消毒机器人它是怎么样在短时间发展出来的呢？其实消毒机器人就是从 AGV， 也就是智慧移动平台所发展出来的运送机器人。以往最常见的应用就是物流仓储的搬运功能，而现在因疫情的关系， AGV 可以替代人际接触，避免感染。那 AGV 听起来跟扫地机器人有点像耶，是吗？我们先来解释 AGV， 也就是无人搬运车。能够沿着规定的导引路径行驶，具有安全保护以及各种移载功能的运输车，工业应用中不需要驾驶员的搬运车，一般可以透过电脑来控制它的行进路线以及行为，通常需要多个 I/O 接口以及尺寸小的嵌入式系统。它的尺寸虽然小，但是只要搭配扩充接口的界面设计，也可以满足多种功能的灵活扩充哦。最重要的是啊，在各种环境下它都可以抗震，而且低功耗哦。不过啊，消毒机器人它会不会一直在消毒同样的区域呢？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说消毒机器人它是有确实的消毒到这个区域内的每个角落？
其实只要事前让机器人扫描工作区域，就可以在设定的区域中自由移动，而不受轨道的限制，而且可以自动闪躲障碍物，设定在下班之后或者是无人的环境来进行全环境的消毒灭菌，不影响日常的营运。至于使用者，只需要从远端用行动装置监控就可以咯。消毒机器人能够与物联网设备串联，自主通过闸门、电梯，在大楼各楼层内自主移动，扩大整个使用区域，也可以设定针对特定的区域自动延长逗留时间，对指定区域进行重点的消毒，自动从事像是医院执行用的漂白水、洗刷地面，或者是搭载 UVC 紫外线灭菌，在人群出没的办公大楼或者是车站等等来进行防疫的工作。了解。那么在开发这种消毒机器人的时候，它最大的困难会是什么呢？设计这种 AGV 应用呢，它需要自动化以及 AI 机器学习的性能。 AGV 内的边缘智能运算卡可以作为视觉分析的引擎，将影像分析以及推论最佳化，达成及时的智慧导航，让消毒机器人能够通过分析摄影机以及感测器捕捉的资料来学习最佳的行走路径。此外，边缘智能运算卡体积小，功耗低，因此也是发展智能 AGV 的最佳选择之一哦。那么这次的防疫除了消毒机器人之外，还有其他产业机器人的运用吗？当然有咯，像是医疗啊，它的应用层面更广呢。像现在在医院里面，针对新冠状病毒的病患做电脑断层扫描，就是使用机器人做检测，不仅可以减少1/4的时间，也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感染的机会。另外，我想到像是也有防疫宣导机器人来宣导各项的防疫措施，以及 AI 自动量测体温的防疫机器人，甚至是 AIoT 额温枪，据说也都在开发中。那这些又是什么原理呢？它的原理是在产业机器人上加装体温感测热像仪，只要有人经过，能及时显示体温。如果体温超过37度，就会及时发出通报。测温机器人肩负了监督的角色。如果民众经过的时候啊，没有戴口罩，测温机器人也会及时发出警示，制止民众进入。从店外的测温机器人为体温的把关，到店内的消毒机器人维护清洁，机器人国家队可谓台湾守住了一部分的防疫破口呢。原来如此。另外，像是为了减少感染的风险，零接触的商机也开始爆发，像就连食物外送的 APP 啊，也都开始推出放在门口这样的选项。那不晓得产业机器人在零接触商机上是不是也能派上用场呢？是啊，像素食餐厅正在尝试使用机器人来料理食物以及供应食物。另外，某知名电商也在仓储设备大量使用机器人来增加效益，像是拣货、运送以及打包等等流程，大大的降低人力的成本以及人和人接触的机会哦。嗯，今天就是讨论到这里，真的听到了很多产业机器人在防疫上的运用，也听到了很多专有名词，像是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等。那未来我们 AIoT 新世界也会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些技术背后的原理还有运作方式哦。是的，那这是我们第一次做这种科技知识的节目，那希望呢可以用轻松的方式来让大家学习到一些科技相关知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请订阅 AIoT Connect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相关 AI 的内容呢，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哦。还有，等一下，有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呢，我们的老板说要加码。如果我们的订阅人数突破1000人的话，我们就会抽出5位的幸运儿，赠送我们精美的后背包。哇，你什么时候背上这个后背包的？一直都背着啊，就是等了这一刻，让大家知道这个好消息。那大家赶快去订阅吧，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后背包哦。好，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